原创喝彩和加油，而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颁奖。对，没错，那今年呢我们的金曲的颁奖呢也是继续了秉承网上的投票、短信投票加上专家投票，另外呢还有全国卫星音乐广播协作网的这业内人士呢综合评分的方法，最后呢把这个成绩带给大家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揭晓十大金曲的话，我觉得揭晓嘉宾也是非常具有发言权，所以要选非常专业的颁奖嘉宾，本身也都是创作型的音乐人。是，没错，让我们欢迎刚刚斩获华语歌坛五强的蔡健雅、光良上台为我们揭晓下面的两个奖项，有请两位。有请。同时我们有请我们的李小姐带上结果，两位将会分别为我们揭晓十大金曲当中的两首，所以一共会有四首金曲出炉。天耀先来好吗？有请。好，没问题。那个十大金曲《水木年华》《Forever Young》。哦，恭喜！恭喜《水木年华》的《Forever Young》。来，第二位。我们的第二首会是什么歌呢？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首，来。第二首是周笔畅《号码》。周笔畅的号码，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水木已经来了，比比呢？恭喜你们，比比呢？比比，哇，下彩雨了，同样，接下来要请光良为我们揭晓另外两首金曲，有请，有请。十大金曲，韩雪《竹林风》，恭喜韩雪《竹林风》。还有一首，还有一首十大金曲，张敬轩《Hurt So Bad》。恭喜，恭喜两位，恭喜韩雪。今天雪美人一袭白衫啊，白雪公主一样，《竹林风》获奖。同样，张敬轩，麻烦光良给他台词，麻烦光良给他戴上围巾。恭喜所有的观众，感谢我们的光良和蔡健雅，谢谢两位，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先聚集一下能量，全场先用你们最厉害的一声欢呼祝贺台上所有获奖者，好吗？谢谢。然后接下来要请大家安静了，因为我们要好好的聆听一下得奖者他们特别的感言，保持一下安静。先有请韩雪。哈，雪美人，有请，有请韩雪。 来有请，有请，谢谢。好，关于原创方面，韩雪有什么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其实特别开心，第一次错过的梦云榜是因为是一首翻唱歌曲，然后这次终于带着自己一首原创的歌曲来到这里竹林峰，那希望大家喜欢。那现在也在做第三张专辑，希望明年还可以再来的梦云榜，谢谢。好，也继续希望能够听到韩雪更多新歌，而同样水木 Forever Young 依然年轻，今天永远年轻，好吧，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感言是。谢谢东方风云榜，谢谢上海的朋友，谢谢你们，希望所有做音乐跟热爱音乐的人都永远年轻，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而同样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创作才子本的张敬轩，其实今天应该快乐更多，对不对？来，在这里要谢谢所有我们东方风云榜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要特别谢谢东方风云榜给这个奖我，尤其要谢谢所有上海的朋友，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敬轩，而同样连同号码，我们有请比比。谢谢，谢谢。说两句喽。好。Okay. 首先要谢谢第601个电话这部电影，然后还有干爹张国立，然后还有就是也要谢谢陈少奇还有金培达，然后做的写的这首歌，谢谢。到哪里都是主场，上海是主场的主场，对不对？谢谢。而且呢，这也是比比呢去美国之前最后一个颁奖礼了，所以期待比比再次回来的时候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再一次恭喜台上所有的得
嘉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先休息一下，谢谢，谢谢。